最近油管很多粉丝留言问我为啥比较少打大号。其实看我直播的应该知道，我在国内的直播是比较偏向于娱乐和粉丝开黑的野路子。但是听了油管的粉丝的意见以后，我之后会在晚上多打一些高分局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真能 KO 的。二技能放完之后三倍效果。这个头，我操！那打那打那打。要给给随便拿。蓝猫他不跟团，那是蓝猫他妈的怕敌法呀！那不跟团，哎呦我操！五人团，哎呦被秒了。蓝猫，来放个残影，放个残影。哦，不用。强袭要的，啊，强袭也要，就很烦，知道吧？敏捷跳不加攻击，没用。不行打，不行打，哎。
真能 K 啊，哥们！这都给这个哥们 K 到了，我了。打赢，买了买了买了，哎呦我操，没买，这位置打蛇了呀，把自己打进去了。哎呦，看蓝猫的了，我吃两口饭，我靠，扒拉两口，这位置打的真垃圾。哎呦，追一这送我操！哎，我们怎么弹射会有 miss 呀？我操！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第八有盾，第八有盾，先走。有针眼吗？搞针眼，搞针眼。
包打包打包打，不进堆不进堆，说吧。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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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。三路了，先走一下，先走一下，别死，别死。神月有大吗？神月，神月，看一下我。拆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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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家。A 加 ，A 加 ，A 加。哎呦，记了记了，我操，没有人打家，没有人打家，动不了。拆家，拆拆家，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操，太他妈不容易了！我操，哎，翻盘了！你要把他顶到高坡吗？我摔他。可以啊。啊！我操！你太拉了！哎呦，去吃福，去吃福！他这个出装出去，感觉他们家三号位应该是对面的这个兽啊，兽感觉有机会可以杀。哦，靠！千里追杀，杀掉了。射长一过去，我摔摔这个兽吧。
太多了，好扣。哎，帮我看下小黑视野可以杀，小黑可以。哎呦，对啊，你是不是得先杀？你是不是得先杀？这个杀手他妈直接跳跳的，不是杀手跳，那个是那个。改了呀，是那个设置啊，我记得。不是，现在快速施法也是杀手就跳了。上了踢人，没踢杀手了。快速施法有一个设置，我记得就是否需要再选中一下的啊，是。没先手了，过去了。哎呦我操！你可真的耶！不是我，我跳不了呀！我他妈但凡有个回身踢，我就让他死了。是。
有你好好培养。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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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破零砍吧，我自己能晕。买火死买火死买火死，可以截可以截，我马上 BKB 好。这赢都不容易啊，这赢一把真不容易。之前大家提议我学一些外语，所以我就从 UP 主那里学来了一些打招呼。嗨 guys， nice to meet you all， 波波不登伊那莫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有什么意见不要客气，尽管留言。